看到这些支架了吧？不是因为它垂头，是那一夜暴风雨留下的痕迹。当时那阵狂风将它的枝条90%的都打折了。早上起来看到的时候，它浮倒在那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它就是花友们都喜欢的 Double Amber。橙黄渐变的花色让它看上去如阳光般亮丽温和，一眼就能让你爱上它。花瓣层层叠叠，颜值超高，它开花的时候可以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。这个品种是加拿大 Select Rose 培育的，但它并不是一个很耐寒的品种，冬季和早春的时候都需要保护。它的叶片油亮，抗性也不错。虽然它的枝条被大风打骨折了，但每一朵花都能开得非常标准，每一朵花都像一朵小太阳一样。另外发现它不是一个容易扦插的品种，因为它的幼苗期很容易黑杆。喜欢的花友种一颗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是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